和酷动优选的合作，这一次也是在北京之行落下帷幕，签约了最终的合作方案。那酷动优选隶属于阿里公司，我们迪信能抱上这样的大腿，也很感谢酷动优选的全体领导和工作人员。从我们汤油杯的第一次直播配合开始，当酷动优选把汤姆斯杯的授权给到我杨晨的头上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当时竟然在汤杯的决赛当中同时在线3万加。我们的团队和酷动优选的团队其实都是没有想到的。那接下来咱们的迪信和酷动优选，包括赛事版权还有后面自发的很多 IP 赛事，咱们要通力合作。我们永远都是开放的心态，想和所有的品牌保持积极的交流合作的关系。我希望我们国产品牌能够全力以赴抱团取暖，不管你是羽毛球馆，又或者是品牌，还是体育行业的任何的公司，找到迪信，我们都会拿出我们所有能够提供的资源和产品和您配合。只要能够给全中国全世界的羽毛球爱好者提供好的产品，我们迪信永远是开放怀抱欢迎大家。希望未来可以和各位兄弟们一起合作，一起做好羽毛球推广，让更多人感受羽毛球的魅力和快乐。